二月七日发生台南大地震，彰化县地震搜救队先在灾区来救援。彰化县议会议长谢登林今仔日嘛特别召见地搜队员来颁发加菜金，来表扬因即届支援台南地震灾害所付出的辛劳。县议会议长谢登林一一来感谢搜救队员，伊感谢因伫这段时间的辛苦。谢议长表示，即届台南发生大地震，彰化搜救人员嘛前往协助。救灾当年牺牲家己的春节假期，在真唔好的环境甲气候条件之下，抢救倒落去建筑物内面的民众，无数的精神是使人敬佩。观音会嘛，除了感谢因的付出之外，针对队员的安全，议会嘛要求消防局爱编列保险的预算，来保障队员的安全。是哦，因为2006的时候在小年夜，那台南发生很严重的地震，那我们彰化消防局也派出我们的特救队哈去帮忙。那在过年期间，他们都在现场来救援，非常的辛苦。那我们把新春团拜一些结余的啊，我们来捐赠给那特搜队哈。那也刚才在聊天之余，我们也知道，就是在特搜队在救援的期间啊，出勤的期间哈，那我们希望县政府能多给这些出勤的队员一些保障哈。毕竟在现场救灾，那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余震。那这几天的，我觉得保障哈应该要特别的加强哈，那让我们这些出勤的兄弟哈，能更大家能做得更安心哈，家里的人也能更安心。唔惊一万，只惊万一。彰化县消防局特搜队平常时就针对各种的灾害来进行训练，为的就是要伫拄到灾害的时阵，会用伫上短的时间内抢救受困的民众。在即届地震灾害中，彰化搜救队员的表现嘛得到各界的肯定。新彰化新闻，白冰玲，管议会采访报道。